呀，这都线都转出来了。嗯，你烙的那个这豆馅子饼可好吃了。嗯，这么大一个行不行？行，你说了算。大大吃，小小吃。哎，这啥话？这你烙的好吃。我烙的好吃，这揪不赢啊。你是烫面吗？烫了一半。烫一半。烫一半，然后呢，那一半是用凉水过的。你烙的这个就可像年糕饼子了，可好吃了。几个呀？九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九号。我是搭不上一点手啊。你把锅一会儿给我整呗。哎呀，现在就是我是小工了呗。那你咋整啊？没事，我不会烙。谁都愿意找个下手。行。不用擀，这样一个。馅大不大呀？这馅小吗？不小，馅不小了，挺好。这小饼干真圆。我要擀就三圆四不扁了，等着我给你。我给你整锅去啊。吃饼。必须得吃酸菜啊！嗯，酸菜炖饼条子。那天剩这一根，那天吃一根拌面条，我给你吃，忘了炒个银耳。吃饭吧，吃饭了，饿了吧？饿了，今天我也有点饿。我自己来，不用你管了，你成你的吧，饿了赶快吃吧。哎呀，我自己来，尝尝这银耳，这那天涮火锅的时候剩了半个银耳，哎呀，炒的真好吃，娘，这个馅饼是真好吃，好吃是吧？嗯，上次做的就挺好吃，嗯，上次做的也好吃，这次做的也好吃，像年糕饼子。饼配酸菜是最对路的。嗯，好吃啊。好吃。这豆沙里面搁糖啊？大枣。嗯，我这眼睛得睁一个星期呢。嗯，一共是800多吧。嗯，报了800多，好像结算是510多吧，报了300多块钱。慢点。对，好像真就报55%，我听那大夫说。嗯，现在门诊给报销还挺好，少花点一样，还是便宜少啊。哎，嗯，你看看那这些嘎子，可这个玩意儿吃真好吃，不咸了，因为我泡了。那咸菜也不行。泡了，你尝尝，你尝尝行吗？嗯，是不是？不咸。嗯，我刚才针灸的时候，嗯，那大夫说我这个看晚了。你看他妈都12月份了，但是他3个月了。嗯，他说你这个就是，他说你肯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事儿，然后你那个导致你睡眠不行，各种原因，最后导致你这个神经兴奋，什么下这叫面部痉挛。啊，你说还行，不算太重，有的整个两脸，嗯，都不停的抽动，给我开了一个星期的。嗯，他妈就是住院的时候。嗯，没休息好，你就跟打马肥似的，他也不困呢，不困不饿。再我接了个电话，好像是发烧又有点晕了。嗯，39度，他家孩子好像是甲流。嗯，哈尔滨这房子好像孩子可多了，多的。给你尝尝这个，可好吃了。嗯，太多忘吃了吧？好吃，好吃不？好吃，真香。啊。嗯，
他让他爱人给孩子吃奥司他韦，是奥什么他韦，工作没有别的办法，就吃这个吧。然后旁边的人说他们单位都有八个得的了，大人也得啊。嗯，我刚才朋友圈里还发还有俩得的呢，他得新冠的时候也是最早一批中标的，他还说呢阵阵拉不下啊，得新冠还得这个呀，他这个可能就不是新冠，因为新冠到现在还有抗体吗？人家说的这病毒咋整这么多呢？人家大夫说不是病毒多，是我们现在自打有了这次疫情，大家对病毒敏感了。他以前你看记不记得，大夫说一开学孩子也感冒，这没这样传染的。以前感冒他也不是一个疤一个疤那么感染、哎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年你吃这药了，就奥司他韦吧，这有十来年前了。你得了感冒，打点滴，啥也不好。那大娘说你去买奥司他韦去吧。那个药可贵了，我好像花了200多吧。咱家啥药都有，拉肚子啥的我都备完了，就没有奥司他韦。不过目前来看，不能脱销，没那么严重。注意点吧，把口罩戴好。哎呀妈，还说别人呢，你那口罩好几天都不换一个。你说这儿，你猜是啥？嗯，行。嗯，再来一张。